要回酒店，然后要来这个在我们这个地区要回来，关键嘛是讲咱即马会选择吼，会使讲是对方会选择，会使讲是好事吼。所以讲我学的步骤，甲种种二十的选举的迄个步骤拢出来吼。所以讲，直接咱要来呼吁吼，尤其是咱女性吼，女性这个选民吼，安尼要呼吁其他出来来。跟阮做伙三甲来支持咱政治的选举，啊，莫让这恶势的选举过来磨灭咱的人才吼，互优质的人才，我都来奉劝，安尼是咱屏东上大的一个尊心吼。啊，今呢，我先来介绍咱今仔日所有人吼，尤其是咱卢副总统吼，特别足关心咱屏东选情吼，所以讲今仔日特别要来啊，大家安尼吼，来加油打气吼。啊，我先来介绍咱卢副总统。安尼说，你有什么欢迎你哦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咱再来了解这个机会哈，来再来就是咱的现任咱馆长哈，周天龙周馆长来参选哈。再来就是咱这回咱民进党选举提名，咱市长候选人徐金峰。再来就是咱老馆长哈。多加咱的看手啦，洪仁书。哇，阿哥我在咱语文的看手嘛，各位宋老师哈，来，好，阿女士优先啦哈，来介绍阮诸位哈，来张正伟、张志伟、张志伟哈，来阿管理员李清景。来，安首先吼，要来邀请咱